快歌点了没啊？哎，快歌啊，对对对，有没有点、啊？最近最嗨的快歌是这一首，不是五月天的吗？哎呀 ！Party before you ready， 谁？我是神射手 ，Let's rock and roll， 杀无赦的射手 ，Rock and roll， 无敌神射手 ，Let's rock and roll， 抓剑道的神手。哎，不是，我说婷婷啊，婷婷，你做就做，但是让一半给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好，好，师兄好。哎，欢迎。是，很开心可以来到师兄的场子。别紧张，包厢而已，不用怕，包厢而已。对对。我也很开心来到师兄的包厢。那就好。姑姑前一阵子发了个人专辑吗？对，去年两年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。对，OK， 好，那还好。对啊，那怎么还来？那我们就不聊了。婷婷最近三年终于回归。对对对，6月8号刚发行首张专辑《凡人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哦对哦，那个8月18号有个演唱会，在哪？在那个台北新义香堤大道广场，晚上7点，而且没有售票。哇哇哇！而且唱完会留下来帮大家签名，签到完为止。对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到了就可以进场这样子吗？欸、对对对，没有不用锁票，不用什么的，对，很轻松。哦，好棒哦！那我也要去。哇，真的吗 ？We were watching you. Yes. 哇，你们是个剑哇！哇，杀无赦的神射手啊！我要在那个照片里面看到看到你，几月几号？8月18号。8月18号，嗯、对 ，OK， 你 P 图 的能力强吗？我不需要 P 图。在师兄旁边会很紧张，那、啊、看起来很酷啊，可是其实很害羞。对，其实他，我刚刚这样打他肩啊，他那个心脏嘣刚嘣刚。跳得有够大力的，比那个 perfume 的那个大鼓还猛。喂，你最近不是有首那个男女合唱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天使什么？见证的爱情。天使见证爱情。来点歌。怪兽那天去当你的天使。